我是苏运崇，我是李正豪，我是肖文辉，我是徐正龙，我是陈维杰，我是许俊祥，我们是陆军官校，耶、yeah! yeah! ！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，因为这边场地的规格规模都是非常正式的，都是我们完全没有接触过的。然后虽然我们知道自己可能实力比较不如其他学校，但是对于我们革命军人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勇气。我们有这个勇气站在这个场地上和大家一起竞争，我觉得就是对我们跟对我们学校最大的肯定跟荣耀。经过这次的比赛之后，才发现还是需要多加练习。没有，现在是都没有。我们练体操大概练三个月到半年左右。你是军事学校嘛？那时间上可能会压缩到一些训练时间，场地也没有那么好，所以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比较保守，没有办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比较容易怕受伤，因为受伤很麻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当然要，一定要。第一拳大运，我体入关，你体